或者咧七点一点二啦，啊，或者是大地这里王舍城近那边啊，地这里迪克巴树林呐，啊，拉加加哈后边啊，然后头先或者咧婆罗门啊，伊个朋友啊，伊个朋友听讲伊出家了啊，伊就无欢喜啦，因为伊人家了是对这个婆罗门的教诲啊。伊听讲伊个朋友这个啊，这婆罗门出家了啊，伊就来啊，来骂佛呐啊，伊无那个头先个梅花，只这里来啊，都是骂佛啦，骂讲汝是戆兔，汝是金修，汝是虾米，搞了骂佛啦，要佛点啦，骂加伊骂了啊，佛梅啦，佛讲婆罗门啊。有当时你的厝啊，有朋友来无？亲戚来啦，就那讲客人啦，有来无啦？你讲有来啦。你讲要佛梅，那是你的朋友还是亲戚来？你有害人吃无？有害人啊围困无？哈咪啦？你讲有啦，那是人来，我是害人请的人吃，害人围困哈咪啦？啊，要佛梅。那是讲伊人无接受啦，无接受你请的人吃，无接受你害人困的为虾米啦？到这里吃的物件，这里菜个了是就注意啊，这里困的为啊，伊人无接受是就注意啊。伊讲伊人那是无接受，唔是怪咯，是怪嘛，本地是怪嘛。我咧话请的人，伊人买接受，也是怪就对啊。要佛讲，上啦这边，上啦这边啊，婆罗门，伊讲，汝骂我人无骂汝就对个，汝讲衰我人无讲衰汝个，而你我人无接受啦，佛讲，是汝个尔，婆罗门，汝个尔，伊讲，要佛讲，一个人那是着骂啊，伊骂就对啦，还是人讲衰伊啊，伊讲衰就对啊，是那个汝个汝个客人啦。是讲接受啦，接受了啊，就是会吃啦。特别佛讲啊，我人无接受啦，我人无甲汝吃啦，是汝个尔，汝个尔啦。婆罗门，这意思就是讲汝骂我安尼吃啊，汝讲衰我安尼吃啊，我无接受啦，汝摕就对啦，汝个甲了啦，摕就对啊。佛讲，然后伊听佛讲安尼款的话，伊想佛起哄者，伊讲。这里咱的王啊，咱的王甲王的牌，甲了相信讲汝啊，我他妈师傅是这里阿罗汉呐、啊。但比我看汝师傅汝够有圣地啦，伊讲。了佛偈讲，圣地安怎会起啦？伫这里无亲了的啦啊。佛讲啦，心有八恶啦，清啊，解脱了啦。就注意那是着骂啊，过骂都对啊，伊可卡无用啦。就注意那是着骂，无骂都对啊，伊利益家己啦，过利益骂人啦。啊，伊家己过伊骂人，特别普通人啊，讲伊戆啦，因为无明白佛法啦。伊佛的意思讲，伊家己，那是着骂，伊无骂就对呀。伊家己，佮伊骂人，什么属于伊家己呢？就是讲，伊无好，伊生地气啊。啊，了，因为伊无骂，我一个人啊，一个骂人啊，生地本会就炎热啦。啊，所以啊，伊利益家己，佮利益人啦、啊，伊家己，佮伊人啦、啊。所以这里咱爱会记啦，佛讲啦，啊，咱人那是骂咱呐，咱个骂就对呀，咱个个无用啊，佛讲啊，人那是骂咱，咱点啦，咱无接受呢啦，咱无接受是伊个啦，啊，伊骂咱臭话，咱行伊就对呀，啊，臭话个了，啊，所以伊听到安尼款呐，伊也是讲杀戮啦，我他妈师傅杀戮，啊，因为伊在讲伊来呀。伊讲骂佛安尼字啊，佛佫会答伊呢款呐。伊再讲佛是正特别的人啦，无亲啦啊。
所以伊就讲沙路甲佛，那伊个讲上啊头先啦，伊讲如几点啊那个一项物件啊砍掉个啊，如果开予我看啦啊那个我行错个路啊，放记了啊，如果几点我行掉个路啦啊那个暗个位啊，你举一个灯来啊，做一关啦，了伊也是归佛啦，佛法精了伊也是未脱甲佛出家啦啊。我靠佛出家了，佛就接受伊出家啦。接受伊出家了，伊啊对佛的教法，听佛理了，无偌久啊，伊明白了啊，伊家己也是一把啦，要一人去拼啦，拼了，伊本过几年啊，伊本成罗汉啦。